一提到盐吃多了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伤肾，而血压高了又总以为是血管的问题。错了，顶级期刊《神经元》的最新研究发现，过多的盐分，第一个攻击的目标竟然是你的大脑，它会直接绑架你的指挥中枢。这个过程我用一个比喻，你一听就懂了。当我们吃下太多盐，血液就会变得太咸。 这时候，我们大脑里的一个咸度感应器，主要是下丘脑这个区域，就会立刻拉响警报。它会让你觉得口渴，想喝水，这是正常的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这个警报拉得太久、太频繁，就会让大脑的这个区域进入一种慢性的发炎状态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大脑的这个指挥部因为天天加班、过劳了，开始发脾气、乱指挥。这个发炎的大脑会干什么呢？ 它会疯狂地释放一种叫做血管升压素的荷尔蒙，这个荷尔蒙会给全身的血管下达一个命令，全体收缩，立刻马上。你的血管一收缩，就像水管变窄了一样，里面的压力自然就上去了，结果就是你的血压持续飙升。很多降压药之所以没效果，可能就是因为它们只作用于血管或者心脏，却忽略了我们大脑这个真正的幕后黑手。所以你看，高血压的根源。 可能不止在血管，更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大脑里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减盐对于控制血压来说是如此如此的重要。所以从今天起，除了做菜少放盐，更要警惕那些隐形盐。下次你买零食、点外卖的时候，除了看热量，也拜托多看一眼标签上那的含量吧。你还知道哪些食物是含盐大户？在评论区分享出来，帮大家一起避坑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带你速递前沿医学。